这里是中国网络电视台五家体育台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。因为上一场很多的网友朋友都说陈启并不在自己的状态上。所以呢，相对来讲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，是吧？再加上这个，但是作为从这个世界排名啊，包括到战绩来，会更好一些。都很难打。对，那您觉得陈启在对阵好的一场胜利，因为理论上讲呢，我认为还是在马龙这个身上，相对来讲呢，击球质量啊，包括这种这个放线很渺茫，嗯，对吧？因为张继科可能球过来都感觉到浑身。技术实力呢，包括个人的这种精神面貌啊，自信心呢，胜率呢也是排在第一的，是吧？这个从目前来讲呢，也是作为我们国家。我们的网友一二一二一那天说呢，这成为大满贯队员的张继科啊，能有这个斩获的这种队员，是吧？这个经过洗礼的这种队员啊，他是肯。可能自己不成熟的一些方面啊，所以呢，我感觉这几名队员呢，还是留下，你都能顶得住，能挺身而出啊，最终啊能够力挽狂澜，是吧？这种队员，我们所说的，是吧？才是我们这个国人，才是我们球队。我们那马指导先简单点评一下第一局双方球员的一个表现吧。胜利呢，是吧？也感到陈启呢，相对来讲还是，像心态还是比较好。队员的代表吧，他可能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，是吧？马龙也是这个发球啊，自己的进攻的落点啊，可能他这方面是追求比较完美的，是一种渴望，可能完美对他来讲是另外一种渴望，这是吧？在这种，但有时候过于追求完美之后呢，可能徘徊在那一个接发球的这种处理上，可能无形当中你大局受生气也好，都会有个性上的一些缺陷。嗯啊，当然你做到。4-3，暂时领先分。这兄弟厮杀是不是要更激烈一些？嗯，对，因为一直以来呢，这两名队员好啊，没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呢？我们讲的就是邪门歪道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无论是从性格上，包括自己的思维方式上啊，能够借鉴学习一些陈启的这种方式，嗯，对他的打球也会有帮助的。所以我们看啊，一看场上的这种情绪控制还是不错，嗯，动作的这种速度上，嗯，啊，因为毕竟相对来讲，马龙呢相对对，所以马龙打下来呢，就可能和陈启不一样。陈启可能主要在接发球上、发球上自己出现一种这种的反应。马龙打球就跟他自己做人一样哈。失误了以后啊，自己的一些人。9-9，最终马龙还是没他们两个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调整？陈启怎么样才能坚持住？而马龙比较充分、嗯，是吧？这个反观马龙呢，我刚才较好的机会，但我们希望马龙呢能振作一些，是吧？把这个局势能挽回来。嗯。但是从两人之前的这个战绩上来说呢，三场。嗯。马龙是一打完的，现在应该是2-3。下去呢，可能排名上还是有一些变化。大象来讲，就是速度、力量，是吧？这是核心的步伐、移动，啊，包括灵敏、协调性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对乒乓球，
包括这个无极胶球的使用，啊，球的回式的练习当中呢，对这个身体训练的这种比例是非常大的。宁肯有一些，现在我们运动员这个对身体训练的这种重视程度。云流水的衔接衔接，陈启呢则是杀神。请问呢，这场比赛双方应该各从哪些方面来压制对方？哇哦，这场球衔接，陈启呢则是杀神。请问呢，这场比赛双方应该各从哪些方面来压制对方？哇哦，这场球靠前三板得分的这种队员。那这两种打法呢，相对来讲有点毛虎猫和钝技。对马龙来说呢，他必须要把所有的技术打到他的衔接上去，他才能有机。要打，他们看不停停。所以对这运动员的身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。所以对这运动员的身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。没错。以后还是要注意命中率。陈启这局输在什么地方？陈启现在在第三局7-3领先的情况，有的集中起来，这个对陈启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现在来到第四局的比赛第二场了。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，还会有一场比赛，但陷入前四最有悬念的这种比赛为大家进行直播。一些问题呢，都可以在李优的新浪微博中进行留言。我看到阿狸的小风铃呢是在那边，因为分别是提名了最佳教练奖，刘国梁的燃灯祈祷吧。因此，从而进入到第三阶段的选拔中。那么在之前呢，他取得了一胜，接下来的比赛马龙身上拿到这两场胜利。首先应该说是这个，你看到一次胜利的曙光。机会，难怪马龙呢想一想，他如果这一局当中如果再输掉一局的话，那就打最后局的他的体力是更加，是吧？特别大的综合能力考验。现在也输了5场，现在，所以呢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。这种气氛的斗争，这种比赛是在里内功是瞬息万变的情况下，都在屏住这种呼吸，是吧？看谁的气场上有味道的对手。
请教一下吗？这种比较快，这个主要是这个东西打的速度为主，击球比较实，对手感的这种这个比较好的队员啊，这个比较发力比较这个多一些的队员，这个选择比较多，张力比较大，这种速度快，这是他的这个特点。马龙呢，像这样比斯蝴蝶的类似那种套装。那网友对各种器材相当熟悉。为争取。说话。